他不是有个那个系统自带的生日提醒吗？然后里面的热衣热皮衣是一个肖战的高仿号，然后他回复人家谢谢战哥，然后肖战自己来打假。他说隔着假的我服。然后王一博上线把那个评论删了。怎么会这么好笑？我有病吗？就是有一个人微博说，王一博在22岁的第一个小时，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黑历史。王一博在0点的时候，我已经22岁了，我是一个成熟的人。下一秒，谢谢张哥。下次有记者问这个问题，我。一博，你为什么要回复肖战的高仿？因为一博是你们不懂胡语，这是 hiphop 界的传统，就是要回复高仿。不懂，真的。